成果我们得到三个第一啦，第一个是观光工厂的一个核配申请的数量第一，第二个是我们太阳能发电核配的一个案件也是第一，第三个是我们老旧工业区的更新向中央争取的经费也是第一。那同时呢，我们在沙仑特定区中央也成立一个绿能科学城，那在 A 区会成立一个会展中心， B 呢会有国际换电的一个进驻，然后 C 跟 D 是整个绿能的研究中心跟示范产业啦，那 E 跟 F 是中研院的一个南部院区的一个地点啦。那我们期待绿能科学城的推动以后呢，能够带动整个台南绿能产业的发展。